完全服贴名牌哦，然后呢眼周都可以带到哦，喷一下哦。没有脱妆，没有任何的肤色在上面，也没有任何的粉色在上面，它完全服贴。然后这个呢，哦，就是未来美的顺白气垫霜，就是一个韩国的先驱嘛，哦，它等于是素颜霜的进阶，对，它拥有那个很快速的效果，但是它不会闷，然后不会不自然的白哦，然后也不会感觉厚厚的，好像会长粉刺或干嘛，完全不会。它很推开哎，很像是乳液或乳霜的质地。之后呢，红光遮瑕力，对，那个它可以去解决我们肌肤的那个肤色不均，去暗沉，然后去暗沉啊，像台湾人最在意的那个毛孔粗大的问题，对对对，它也可以去做到修饰，而且它 SPF 30可以行星。带红红的，所以它会让你的黄色不见，它校正了那种亚洲人的泛黄，对，它里面也添加了很多的保养的成分，像美白的话熊柏素大家很清楚，它可以解决我们就是很疲累啦暗沉。那保湿的话里面添加的是原型玻尿酸，是一种最好吸收的玻尿酸，有添加韩国最专门的老虎草嘛，对，像针对那个就是敏感状况的部分，它可以去做到舒缓，这个也是一个 all in one 的概念。